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而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有端午节。虽然节日传到日本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但是很多习俗还是和中国相似，比如吃粽子、挂菖蒲等。如今在日本，物产店里也能买到各种口味五花八门的粽子，让海外华人能在海外吃到最贴近家乡口味的粽子。他们会一起吃一顿饭，送上一份粽子的形式，纪念这个暖心的节日，也宽慰自己刻在 DNA 里的中国味。是部落不同的祭祀习俗演变的。那屈原呢？屈原，莱西亚的那个有什么？是什么样的？一样也是有，里面是这样子的。好像一开始只有甜，对，它下去了。肉粽好像是演变过来，好像一开始只有甜。甜粽子里包裹着糖、红豆、枣子等馅料，满满都是甜蜜和满足。咸粽子的馅料多种多样，肉类、蛋黄、豆沙等，每一口都是享受。无论甜粽还是咸粽，即便能吃上一口家乡的食物，也会思绪万千吧。端午节里，海外华人纷纷以粽子寄乡情，每一口粽子都仿佛能感受到故乡的温柔。无论身在何处，中国味都是连接他们与家乡的纽带，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归属。